这块可能你在你块肯定会接触得到的，那是像洗手间这一块。那像这种蹲的地方，哎，这个把手也是一样的，只要你看这个经常可能接触到的位置，包括洗脸台这一块，都洗脸台这些部位都是重点部位。像这种扶手啊，这些位置啊，像这个情况台这样，旅客可能接触到的，这个可能摸到的。每天晚上入库的话，75列左右，600辆左右车。我们主要就是对物表这一块进行消毒。我们现在目前针对高铁的主要特点，我们采取了超级能量喷雾器和那个低腐蚀性的消毒药物。